10月4号，在《真正男子汉2》中，杨幂因为在节目中与女儿的电话互动备受网友关注。电话那头的小糯米奶声奶气地说着"妈咪 I love you" 的时候，更是萌化了众多网友宝宝。而碳基小糯米大秘密脸上的爱意更是挡也挡不住。他表示，等这波工作结束后，就要回香港待一段时间陪家人。在某采访中，杨幂也分享了与女儿小糯米的日常互动，称每次出门久了，等到再回家的时候，小糯米就会跟她说是妈妈吗？而在不工作时，大秘密则经常是待在家里陪女儿，只是没有通过网络跟大家分享而已。工作占据了很多时间，自己的时间已经很少了。大秘密表示，送小糯米上学、带小糯米吃东西、买衣服这些日常小事也不会经常跟网友分享，但一有空就会回家的。10月8号，杨幂粉丝团也分享了一组大秘密从香港回北京的机场照。话说，这经常往返京港两地的糯米妈妈也真的是很辛苦呢。芒果捞新闻为这样伟大而又有爱的大秘密点赞报道。